那九令你想跳吗？你为什么不想跳？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。老师要讲一下刚刚这个可爱的，看到那个我会鸡皮疙瘩，战术失败。我就想成熟了，我跟你讲。那你觉得这一段如何呢？不要说很有活力，很有活力。对。要不要来一小段？一小段的。认真。拍一下。顺风老师要不要一起？顺风老师也要跳。带动带动一下，好，来教小香一起动作哟。就是要先踏踏步，一起踏踏步啊，踏踏步，按喇叭，按喇叭，再一次按喇叭，踏踏步，踏踏步，小翅膀动一动，小翅膀动一动，对，听这个，听这个。掌声鼓励一下。喜欢这种感觉吗？还好，还 OK 啊。踏踏步回去吧，踏踏步，踏踏步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好，那刚刚这段是蛮有活力的。是，是。跟你要的感觉像不像？带动唱的感觉，蛮好的，就全场气氛很热络。哎，因为你们这个主轴。主轴是希望大家都能跟你们对，大家都对台上台下可以互动，这一点算是有深入去了解了。嗯，对，好，谢谢彤彤，谢谢，辛苦啦。陆地上跟着参赛的妹妹，有谁能跟蔡依林一起站上大舞台？欢迎下一位妹妹。哎，你朋友来了，你朋友。好，这边给大家带来的自选曲是。不一样的蠢蠢欲动，谢谢老师的歌。着重是跳舞是哪一块？节奏感。动作。刚这位表现有性感，谢谢。他已经很少性感，对不对？你很收敛了嘛。你都说什么？之前太，我不知道是因为那个表演的穿着这样，然后就被说是 AV 女优，所以之后就不敢了。他包括去那个普通的那种广告试镜啊，比一个这，然后那个试镜小姐都说，小姐都说你不要摆这样太像 AV 女优了。你怎么动作给他比？我好像是摆这样吧，然后只是伸一点舌头。你看见的 AV 吧 ，AV 就是啊，是不是 AV？ 九令没看过不知道。九令不要跟他做朋友。要了，好，谢谢妹妹。好，下一位。平宇老师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六号霸王花，然后我今天要表演的是雷鬼。雷鬼，好耶。
他的律动感很好，可是就是有一些动作，你如果手能够再延伸一些，有一个落差性，看起来那个舞蹈更好看。好，谢谢爆花。下一位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冰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有氧啦啦啦啦啦啦。啦啦啦啦啦。那个你喜欢的感觉，带动的感觉，带动。对，跳这种舞的时候呢，可能尽量肩膀不要跟着起来啊。如果跳一些 hip hop 需要比较有舞感的，那肩膀可以起来。那跳这种舞的时候，尽量整个身体拉直会更好看。嗯嗯，不过基本上很有活力，很好。好，谢谢小绿绿。谢谢。好，欢迎下一位。Hello， 我是姚娇，从高雄来的。然后我要带来的歌曲是自编舞蹈 I'm good I'm good I'm so good Very good跟着一起爬进了，如何呢？很好啊，很好。超强的魔力，对，太有爆发力。这个前世跟应该也是舞娘，他很喜欢跳舞，嗯，跳得不错，谢谢姚娇。高雄看有没有机会了啊？欢迎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芝芝，今天我要带来跟大家都很不一样，我是孔雀。哇！
亲身体感。对，他那个表情是女生很难做得到。像我们以前在学校练习的时候，老师都会要求那个表演者要看到大陆的那些舞者一样那个表情啊、那个眼神啊，还有他的三道弯啊什么，他都抓得很好。嗯，我刚表情。你跳舞的时候在看哪一个点？跳舞就觉得前面都是一片森林。森林的。就我很喜欢跳民族舞啊，然后就也很喜欢把自己融在感情里面，所以就很喜欢跳舞。哇，哈哈，你们都是森林。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我没有看过这个东西，只有在内地的时候去中央台过年节目的时候看到。对，我们台新就准备派他。厉害。掌声鼓励一下！究竟以上这些参赛的妹妹，有谁能跟蔡依林一起站上大舞台呢？欢迎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叫小玉，今年已经19岁了，平生好，黑人脑袋好。那我今天要带来这选曲是《记忆变的芝加哥》。好，谢谢。I kissed her and she kissed me. Like the fella once said, ain't that a kick in the head? The room was completely black. I hugged her and she hugged back. Like the serious quote, ain't that a hole in the bone? My head keeps spinning.Go to sleep, I keep grinning. If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, my life is gonna be beautiful. Loud sunshine enough to spread. Wow. 芝加哥的百老汇，你觉得？就是稍显僵硬了一点。嗯，可以再多做加强，会更好。好，谢谢。嗯。一样，好，谢谢小优。刚刚呢是我们的自选曲的部分，紧接着呢指定曲，指定曲你会吗？你自己会跳这首歌吗？马德里还没有学，还没学。嗯，他们已经先帮你先学了。嗯，然后看一下，我们一起选了。然后你们看过那种 Maker Girl， 就洛杉矶湖人队啊，他们每选女孩的时候。都要一起选，然后老师把点出来那种。他们今天就是5个5个一起来，好不好？我们1到5号，请出列。准备好了吗？马德里不思议啊 ！Music。这5号，自己心里要有一个底了，都要打分数。好，我们先在旁边稍微等一下，好不好？看其他人要来，另外的五位妹妹，请出列。Music， 马德里不思议。
想的紧紧对着不让回忆，原来爱可以自己把这里不随意突然的爱上了你，在广播里强调声音比较没有那么熟，对，有些是临时从乡下调来的。我们说你激动什么？刚刚怕你们没有看到整个演出，其实到时候是目标是100人，是不是？对，100人很多哎。你说这里的名额吗？对啊。对，我看几乎都 OK 啦，不限吗？只要熟跳得好一点，对，好，再练手就好。对，那刚刚那五位请出列。10个一起跳跳看，看那个场面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再给你一次机会啦，好不好？美珍老师也是看一下，到底排出来是会怎么感觉？然后因为有些人不熟，让他们再摸熟一点。那刚刚那个队形，指定曲再一遍，马德里不思议 ，music。那你们自己要稍微理一理整个入选的名单。对，结尾就公布吗？还是改天在 MSN？ 好，那稍微讨论一下。OK， 对，其实对，看他们的自选之后，觉得应该是都没什么问题。只是第二组的同学他们可能练的时间比较短，所以会比较不熟。第一组的同学比较多，对。第二组里面有一个 OK， 就是他练的时间有比较多一点，其他四位都是老师在这边操盘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所以很清楚，很清楚。对。那其实以他们的程度，如果再给他们多一点时间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就林彦文呢？对，因为我觉得既不熟，很容易就会没有那个活力的自信。对，自信很重要。我觉得跳你的舞，刚黑的时候，一定要没有些人没自信。对，因为之前带动唱，其实妹妹都还蛮强的，所以这首歌就是老师设计是要带，希望你们可以帮忙带动底下的歌迷呀、观众这样子，所以大家再练熟一点就会更好。究竟有哪些妹妹能够顺利入选呢？我们先喝口水，下节课回来告诉你哟。究竟有哪些妹妹能够入选呢？我们马上回到棚内，请天后蔡琳来揭晓喽。上一个。几个能去高雄呢？全部10个。真的假的？是吗？是。是人这么好？便当我们不出哦。对。对，那我们还是要请两位选一位今天的 MVP。OK。对，这个呢是特别今生今世提供的，那你要选一个 MVP。好，我跟老师觉得 Joyce 很。哇 ！Happy American School Joyce 14岁。讲一下心里的感觉。哎 ，Yes。感觉如何？很开心。用英文讲没关系 ，English， It's okay。
英文可以。I feel sick. And then? 对，就是我很高兴，然后可以很开心得到这个，得到评审的肯定。And then, 谢谢。不会。谢谢。再一次谢谢我们颠破九令蔡依林，还有我们盛博老师，还有助教小香，同学们，我们下课了。